下一集，10万美金一次汇过，这已经是洗钱防治的 refund 了。查出来是谁汇给他的？网络上有民众说，你们腾盛银行的 ATM 领不到钱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每年的治安报告不是都说没问题的吗？车手是外国人，我蛮奇怪。你再查查看，我们看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入住的房号是1008，需要派人去帮你看一下吗？你那边怎样？我这边 OK。台湾篇今天晚上10点。